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今早早天文台的天气报告，我是陈恩俊。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，今天的天气都不错，而且也都挺热的。去到早上的7点钟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介乎26至28度左右。至于在鹤咀的天气照片上面，也都看到日出之后，我们都看到不少的阳光。卫星云图上面同样看得到，香港的周围云量就不算太多，而且都是比较薄一些。不過睇遠一啲，喺西北太平洋、日本以南嘅海域咧，我哋見到熱帶氣旋蒲公英。預計蒲公英咧將會喺未來嘅幾日啦，橫過西北太平洋，對我哋嘅天氣亦都冇直接嘅影響㗎。翻返嚟香港嘅天氣啦，我哋預測今日將會係大致天晴啦，天氣酷熱，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會去到33度，新界會再高多一兩度。風方面咧就會係吹微風㗎。提醒大家啦，酷熱天氣警告係仍然生效緊嘅，大家要記得做好一啲防暑同埋防曬嘅措施，亦都要關心一下身邊有需要人士嘅健康狀況。我哋預計未來嘅一兩日啦，天色仍然都係幾好，而且都係幾熱噶，將會係大致天晴啦，天氣酷熱。不過高温咧，亦都有機會觸發一啲嘅局部地區驟雨嘅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啦。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度，再見。